还有歌迷朋友们问声好，各位媒体大哥大姐，还有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BP 主持人梁希尔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为何取这样的专辑名称吗？每张专辑，我觉得包括这张专辑啊，我觉得要传带给大家的东西都是一样。从第一张就是老板给了我一个艺名，就叫 BIIB 这样子。那两个 I 就是代表不同的我自己，像我是一个中韩混血，然后我的很多情绪其实是很，有时候是很极端的，像比如说很闷的时候，我就会选择不讲话，或者很开心很开心，想要自己很开心的时候，我就不断的讲话讲话讲话。然后我觉得，这张专辑收录了非常非常多的曲风，自己的创作也有6首歌，那曲风里面也有电子舞曲，还有抒情歌 pop rock， 然后中国风的曲风。那演唱这种很多样的曲风的时候，也希望是给大家一个可以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歌手这样子。对对，我相信大家如果有仔细聆听，尤其是从第一张专辑跟到现在的话，一定有发现这一张专辑的不同。那当然我也刚刚很好奇，因为毕书尽也说了，在这一张新专辑里面有比较多样的曲风，在首次尝试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一些跟以前比如说走这个抒情啦，或者是摇滚，有一些不一样的唱腔或者是诠释的方式，会不会有一点困难呢？困难哦，其实这张专辑真的是非常非常轻松的状况下轻松的，很轻松，因为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是我的一个创作伙伴，那老板也其实这张专辑没有管很多，老板之前比较严格就对了啦。之前的前一张专辑录的时候也是还是一样，来到录音室，然后看一下制作人，看一下我状况如何，或者是他想要的表达方式，我有没有好好的表现这样子。对，但其实这张专辑录得非常的顺利，然后我自己还有老板还有制作人都很满意。我相信也是，因为毕竟歌手刚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老板总是会出一些课题。当然，如果你按部就班都做好的话呢，等到这个自己有一些想法的时候，就会放胆的、放手的让你去做。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效果也还蛮好的。我相信现场的歌迷应该也喜欢吧。最新的专辑每一首歌都听了吗？喜欢吗？你们最喜欢哪一首歌？好多哦。对，每我要都他，每一首歌都有讲到，对，每一首歌都喜欢。不过这个因为端午连假连续4天，大家其实都是去休假，然后跟家人在一起，这4天都在工作，会不会很累啊？还好，因为感觉休假就是应该跟家人一起啊。其实我觉得到每一场的前场，这次的前唱会，然后大家给我一个很多很多的惊喜，像比如说各唱片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，然后其实每一场比一场，就是大家来的人数都比较多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签唱会结束，然后回去的路上看一下进来的大家的脸，我觉得非常开心。我其实这个说毕书尽啊，有时候对这个媒体朋友还有歌迷朋友们稍微比较这个震惊严肃了点。刚刚我在台下问他就说，你这个几天会不会很辛苦啊？他说不会啊，有很多歌迷陪我一起啊。我想说，哦，毕书尽真的是端午节的时候有这么多歌迷陪伴，就像家人陪伴一样了。家人。那当然，今天这个端午连假，因为最后一天了嘛。是。我听说你这是在台北场有加码送给台北的歌迷朋友们精美好礼。知道。毕书尽呢，既然都对这个香味非常敏感，喜欢的话呢，应该可以调制出非常不一样的。好。专业哦，有没有？知道这个在。马上滴下去之后还要摇一摇，让我们的左边的朋友们都拍一下看一下。好，哎呦，很随性的拿出了2款喜欢的颜色与味道，调制出这个是必输这个。如果不喜欢的话你可以换哦，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空的试管，如果你觉得那个实验家的精神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不对了，你可以随时的换。毕书尽很认真呢，很认真呢，真的。有一些自己喜欢的啦，独特的。他刚刚其实在后台的时候就特别看了一轮，说上面有什么什么味道。
看完一轮了以后呢，他要把它 mix 混合在他想要投制成的这个试管当中。哦，你看哦，真的是很喜欢。有一些闻完了以后发现不对，不会硬加进去，因为有些味道 mix 在一起，知道吗？感觉就走味的啦。所以要挑一些比较适合哦，这个很喜欢哦，这个给他加很多，哎，加过头了，是有如此之喜爱。我想知道那个蓝色是什么？哦，蓝莓啊，蓝莓哦，有很爱，有很爱 ，OK 吗？媒体朋友们，要不要再补拍一下这个拿到最新由 B 调制成的特制香包？我们先把香精的这个试管味道调整出来之后，好，看一下中间前方还有左下方这边，我们刚刚有两位摄影师在挥手，左下方跟中间前方，好，再来到中间前方一下 OK 吗？好，中间前方再拍一下，好，最右边有电视的媒体朋友，然后再换到右前方，右前方完后再慢慢移到中间前方，尤其是中间下方是我们的平面媒体朋友比较多一些些，在挥手的这一位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正中间，好，再换到左下方，谢谢，最左边有我们电视媒体，好，给我拍到了吗？好，谢谢我的朋友。那我们工作人员待会儿帮我们，因为我们这个200个很多呢。工作人员待会儿可以帮我们喷一下吗？我们毕书尽待会儿还有签名啊，什么很多东西要，还有跟我们唱歌给我们歌迷朋友听。大家再补拍一下，有补拍到吗？好，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桌。